由 Lady Gaga 发起的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全球巨星网上慈善演唱会，将会在香港时间4月19号凌晨2点开始直播，全程长达8小时。除了 Lady Gaga 之外，还有 Taylor Swift、碧咸夫妇等一众巨星。歌神张学友和陈奕迅都会代表香港参加今次盛事。网上流传艺人将会唱《你的名字》、《我的姓氏》和《我们万岁》等广东歌，令粉丝非常期待。届时演出内容除了会为全球加油打气之外，还会穿插各国医护的访问。Lady Gaga 表示，自从活动发起了之后，善款就不断增加。这笔善款将会用来购买前线医护人员的防疫设备，和协助肺炎疫苗研发等等。